好来啊，还是一样，应用题最少题目要读两次啊 ，at least 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跟继续刚刚啊，有甲乙两间，有没有？来一个甲乙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如何分配使得维持？如何分配两场啊？这两场就属于甲乙，这时候你要怎样解呢？有没有甲？有没有啊？这乙有没有？好了啊，好，还有这个后面写个什么？甲乙没是这样啊，好，这里写一个限制条件啊，好，限制条件可以吗？它的 pattern 是这样啊，你看我没有看，我大概是估一下，它每次高中题目就这样 ，OK 吗？有没有甲乙啊，两间制造厂 ，OK 吗？成衣制造厂生产三种相同的什么成衣的，对，生产三种相哦，它才可能童装的，对，可能睡衣嘛，对不对？可能的校服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甲工厂嘛，某个公司有两条两个工厂，对不对？两个 OK， 这公司开很大啊。这公司 ABC 公司有两间工厂，甲乙两间 OK 嘛？好，它生产什么？有童装咯啊，童装啊，啊童装对不对？你就翻译咯，童装对不对？它有生产什么？童装啊，好来，他说甲每日啊，甲每日可以240打 OK 吗？啊，240打哈。打嘛不够啊，就打一打有12个可以吗？打就是 dozen OK 吗？ one dozen 就是等于12个 OK 吗？好啦，好来三这个才有睡衣呢，睡衣是讲 pyjama OK 吗？睡衣哈 pyjama 睡衣是多少？睡衣是30打 OK 吗？好，30打 OK。 然后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60打什么？60打校服 OK， 校服哈，来这是草稿呀，校服哈，很单纯，校服是多少？60打对不对？好了，好，乙呢，乙就是60哈，乙童装60 30多少？210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好了，这个通通好了，大概好来，他说维持费用嘛啊，费用啊，来维持费用是什么？维持费用加厂费用啊，这是维持费对不对？维持费啊，维持费 OK 吗？所以维持费假是多少？每一天嘛，每日啊，每一天啊，就是每一天可以生产对不对？好，每一天，所以是他每一天要400块买每天，可能每天那机器哦，对不对？好嘞，如果是乙的话是800对不对？好了哈，来这个好了，通通好了，来了来了哈，来来来来，再念了一次啊，来，现在接多一个订单，哇，不错，他 salesman 很厉害，接单 ，OK， 或网络接单，他说需要480打，现在限制条件呢、哦，就是打嘛，所以400多要480，对，你要480嘞，睡衣嘞，我甲跟乙合起来要生产600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哎，讲到这个480，童装480，睡衣150，校服600 ，OK 嘛？好，那问你说如何分配两场工作时间，也就是说甲哈，嘿，甲假设做了 X 天好不好，一天只能这样嘛，你做了 X 天，乙嘞做了 Y 天哦 OK， 就这样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大概是这样啊，我们先分析啊，来先分析，是啊，先草稿啊，没那么快啊，待会有图再画一个正式的图可以吗？先做分析好了， X 天哦，每天生产240嘛，所以 X 先是 240X 啊、哦，这也是以此类推哈。每天 400X 先是 400X 嘛 ，OK。同样道理 ，Y 天呢，每天60打 ，Y 天是 60Y 咯，一样画葫芦对不对？这 Y 嘛 ，OK。好来，重点限制条件讲，如果有一个顾客哈、啊，他要我们480打童装，请问你这个店你刚好图生产480吗？你万一一件就不出包，一件出包你就有问题了，你不可能生产那么少嘛，万一顾客很喵的嘞，哎呀呀呀要退货嘞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备料要足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加起来要大于480，大于等于480，你刚好不可以等于啊，等于是理论上实际上讲你最少要生产480嘛，万一中间怎么跑掉啊，中间什么啊掉几件衣服的话，你可以拿 backup 来讲补货 OK 啊，所以这应用题要想象说当时的情境可以吗？所以有时候那个 domain knowledge 要知道咯 OK， 读多几次嘛，又在 common sense。 好，所以这个分析完后你怎么设，来第一步你设 XYZ 对不对，设 OK， 设甲厂生产几天对啊，第一步啊设啊甲厂 OK 吗，甲厂生产多少，
生产多少，工作 X 天好不好，工作 X 天 OK， 每日生产生产多少，生产 X 天好不好 OK 吗，一场呢生产 Y 天对不对，啊总费用为多少，总费用啊，总维持费啊，因为要维持费，总维持费嘛，因为一间公司有甲乙两个工厂嘛，总维持费为多少 RMZ 对不对，好了啊，第一步设好，或许跟我跟课本那个顺序不一样，但是我的做法是这样啊，第一步设好嘛对不对，所以啊，所以 Z 等于多少，来 Z 因为讲呢他说维持费最低嘛对不对，甲的维持费一天是400对不对，两天就800嘛，十天就4000嘛对不对，甲的维持费一天400对不对，啊两天就800了，三天就1200嘛，十天是4000嘛对不对， X 天就400X 啊，所以逻辑可以啊，所以甲的维持费一天400 X 天就是400X 哦，同样道理乙呢，乙这工厂呢一天维持费600多好，十天就6000嘛， Y 天就600Y 哈， OK 嘛，诶这是800哈，一个400一个800 sorry mistake OK 800Y OK 啊，所以这个嘛设完就马上一个目标函数啦 OK 嘛，如何分配使得维持费最低，所以你要找 minimum， 刚是那题 maximum 现在 minimum 啦，好这个有了哈，这个没问题啊，好来第一步设完目标这里，好第二步画表格，来画表格啊，你再把刚刚分析的东西弄进去好不好，有没有甲乙这两场，所以你这是甲咯，有没有啊，是不是乙对不对，有教过嘛哈，好来，因为高中题目太容易，每次是这样嘛，好这里限制条件呢，我是说限制条件啊，一个条件啊，好你订购量什么我不管了，我限制条件最 generalize 嘛，限制条件 OK 啊，好啦这个有什么，这是童装，童装 OK 啊，耶、yeah, 还有什么，还有睡衣 PJM OK 嘛，睡衣衣服的衣，还有什么，还有校服 uniform 耶、yeah, 校服啊，还有 maintain fee 维持费嘛 OK maintain fee 啊，维持费 OK 维持费啊 OK 啊，好我们讲的设工厂 X 天对不对，工作 X 天嘛，这是 X 天啊，乙呢乙是 Y 天对不对 OK 吗，好来，好童装的话每一天生牌240打嘛， X 天就 240X 哦，好睡衣呢，睡衣甲工厂每天生30打，每一天呢 X 天就 30X 哦，以此类推 OK 吗，这以此类推哈，好来再讲乙的，乙这工厂童装呢每天生产60打， Y 天就乘 60Y 咯，就是 60Y 嘛，睡衣呢乙的睡衣也是一样啊，嗯乙的睡衣也一样啊，好来这里呢乙的校服是多少，乙的校服是210哈 Y 对对，所以这费是800Y 对对，好了限制条件嘛，因为你接到一个 order 480嘛，所以你先写480好，到底大一等于还是小一等于，就是要看我们 scenario 我们 domain knowledge OK 嘛，相关领域知识要知道哈，要不然凭空捏造乱乱来，好啦好这里玩这个表格嘛对不对，第一步这样啊，好流程第一步设完一个目标函数，第二步这表格了哈，好第三步讲限制条件画出来，来这个嘛哈，这个童装的话你 order 因为你甲加乙对不对，你接到订单是480嘛，所以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打到480 OK， 甲工厂的童装加乙工厂的童装要480打 OK 吗，但是你不能刚好只生产480，万一中通你送到路上有没有，或那个嘛 post out 啊，或没有啊，或被干掉啊，或不见啊，或怎样啊对不对，中间这样你不死，所以在这个情境上啊，你要大于等于480 OK 啊，你不会小啊，小的话万一一个不见死哦，那个不可能 OK， 所以这个东西带得你要情境要了解 OK 吗，整个 scenario 就是要 domain knowledge 哦，所以有时候题目要讲更清楚，这样才比较好，好不好啊，不然有些人小一讲很难讲吧 OK 吗，这个呢大于等于150 OK 啊，一样哦，你接到150打的 order， 你不能只剩150打，你要有几份 backup 的 OK 吗，是这意思，再来60X 加上210Y 多好
大于600，以此类推。还有呢 ？OK 啊，还有呢？因为你 X 天嘛，你最烂最烂是讲，你最烂是零嘛，你可以负吗？可以负天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 X 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整数啊 ，Y 呢？此时的 Y 啊，这 X 天 Y 天要情境啊，这 X Y 要讲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你这 X Y 哈、啊，这个 X 跟 Y 啊是零啊，一二三，没有1.5天这样啊，啊一天整数 OK 吗？有些好整数哈、啊。好，做完之后呢，一二三做完之后画图了咯 ，OK 啊，好，这个我擦掉了，同学，这个擦掉。好，画图我就不要多讲了啊，所以这个画剪一下来，这个画剪一下，哇哦，这个画剪，所以啊，所以这个多好，画剪666除以60，60嘛，60加 Y 6，68 60 ，OK 来。除30嘛 ，x 加 y 30，这是5了哈，这6啊，00023263732020 ，OK 吗？哇，待会不是整数很堵了，这里呢 ，x 大于等于零 ，y 大于等于零啊，好，是这个式子之外的，对，是不是这个式子了？好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就画图了，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条件之下。你去找这个的什么？你要找最低还是最什么？我在这个条件之下，对不对？我要找的 max 还是 min？ 来看一下此的最低嘛，所以我要找这里的 min 哦哈，找 z 的 min 啊。好，目标要明确哈。好，图画出来啊，来啊，来画图啊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拿那个拿出来哈 ，OK 嘛，来画图来，我画一下，待会因为要配一个电脑。图看一下，看一下 ，OK 吗？来 ，Y， 这样，OK 吗？来，这里，好 ，X 在零 ，Y 在旁边先偷算了，来，是 X 加 Y 等于八，对不对？好 ，X 零嘛，你看 ，X 在零 ，Y 等于八 ，Y 在零 ，X 等于二 ，OK 吗？八零，来，八零，八零，八零，我看一下，八零，有没有？我看一下哈，二 x 啊 ，x 带零的话 ，x 带零 ，y 等于八 ，y 带零 ，x 等于二。哦，这是二，这是八哈，来八，啊八，我八，我八八八，好哈，好，这条直线叫做什么呢？啊，看下这条直线叫做是 x 加 y 等于八哈。再来 x 加 y 等于五 ，OK 嘛？零五零五零哈 ，OK 来五，这个阿嘎哈阿嘎哈。然后我们要做标志，因为我电脑这样比较不方便。OK， 来这样，来了啊，大应该往上。OK， 这样大，好来再来啊，这个比较麻烦的话，刚刚是 x 加 y 等于五，画一下哈，零五零就五哈。好来，哇哦，这个有点头痛，二 x 加七 y 等于多少？这等于20哈，来。好了 ，x 带零进去啊、哦、，y 带零进去 ，x 等于十嘛 ，OK。好，再来，x 带零进去 ，y 等于十，我看一下、啊、x 带零进去，哦，不对，y 带零进去 ，x 等于十，对 ，y 带零去 ，x 等于十，对啦 ，x 带零进去呢，二十 over 七，大概多少？一点，你看啊、哦，啊改一下啊、哦，同学啊改一下，然后我们要。二十 over 七，2.85啊，2.86 OK， 2.86啊改哈，啊改一下哈，好来，2.86好，画一下啊，来这个一个十哈，一个十在这里，2.86大概啊改，这是五，这是啊加是三哈，这加三，这2.86了哈，这样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多少？十哈。三这里在2.86这里了，好了哈 ，x 大零 ，y 大零，所以应该这范围是在哪里？好，根据我们之前学的知识点，所以在这里哈，耶、yeah, ，OK 吗？好来，有几个 corner point， 来 corner point 把它找出来，来，最 corner 是多少？来这 A 嘛哈 ，A， 假设叫 A， 这个叫 B， 这个叫 C。这个叫 D， OK 吗？ OK 啊，好，你就是这些范围啊。好，你的 corner point 是 A B C D， 把 A B C D 找出来哈。
你图画准一点就很容易找啊，不然很难找啊。好，来第四，好了哈，好，第五步呢？好，来 A B C 给我找出来，来第五。哇，这个做一题真的精彩。好了，来 point 啊，啊，对对，这个是 x y 对对 ，x y 咯。哎，不要 A B C P Q R 哦，刚好它没有 A B， 我就用 A B 哈。好来哈。Good， 啊，来，我用不要 A B C， 我怕等下有 A B A B 这样混乱啊。来，我用 P Q R S 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干脆一点的、啊，好吗？然后等下有 A B P R， 你说这个 P 好，这 P 点，好，这个 Q 点，好，这个 R 点，这 S 点好不好？因为等下要加以 A B 两个产品，我不死会乱啊，所以我用 P Q R。X yeah, OK 吗？来这里多少？这是什么 ？Z 等于多少？目标函数多少？目标函数400 X 加上800 Y 啊 ，OK 啊，嗯，就这样来。P 应该很容易啊 ，P 是多少？10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带进去 Z 等于好，400的十加上800的零多少？4000。啊，4000块的维持费 ，OK 吗？好啊，来，好，再来 Q 呢？啊 ，Q 怎样？喂 ，Q 是谁解的 ？Q 如果我们用坐标纸画的话，就很容易看出来，因为不是用坐标纸画嘛。我电脑我只好算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这个刚刚是 x 加 y 等于五，这题刚刚是什么呢？这条线是多少？这条线，哎呀，我这个线把它拿过，这个是这个条线是。嗯 ,2x 加 7y 等于 20, 好看啊，好，哇哦 ,P 没问题啦 ,Q 啊 ,Q 是这两条线啊 ,Q, 好啦，现在我解 Q 啊，我旁边都算了哦 ,Q 很秒 ,OK, Q 怎么算，就是 x 加 y 等于5跟 2x 加 7y 等于 20, 好，这去解联立 ,OK 吗，然后一四乘2啊，你一四乘2可以吗，好意思。或者用计算机会按吗？来，待会再一次哈，一次这样，一次乘二咯，所以2x加 2y 等于10，就是3哈。好，2减3，2减3，你看 5y 等于多少？ 5y 等于10啊， 5y 等于10，所以 y 等于 2，y 等于2，待会一次 x 加2等于5，所以 x 等于3，好不好？所以 Q 是32啊，你看我算了老半天，你会的话计算机算啊，之前有教过你们，高一有教过你们计算机算 OK, 如果你来不及你就不要这样一四二四计算机算了、啊、equation 好不好，不懂再把以前笔记翻开来看嘛。32啊，这 x 等于 3y 等于2，好 z 带进去都好，400的3哦 OK, 这32加上800的2，算算看，1200加1600 2800 OK, 好 R 呢，啊 R 又讲算，哇 R 我写旁边 R 是什么，这个跟这来算啊，来 R 我算哪里呢同学，嗯，老师你算这里好不好，好哎 R 我将就一下啊 R 我写这里啊 R 好不好同学，这个啊这个计算纸啊计算，好 R 先给我写这里啊，好 R 是这个解联立啊 ，R 谁跟谁解 ？R 是这条直线是 x 加 y 等于八，还有哪一条直线 ？x 加 y 等于八，还有这条直线是哦 ，x 加 y 多好 ，x 加 y 等于五，好，两个相减啊，两个相减三 ，x 等于三咯，所以 x 等于一咯，对不对 ？x 等于一，只要这是一加一是，这叫二十吧？我单除一点啊，简单化二十带进去。一加 y 等于五，所以 y 等于四，所以 r 是多少？一四啊 ，OK 啊，好，算了千辛万苦，哎，同学，这个应该是要你们算的哈，因为就太基础了 ，OK 嘛，要自己算，一加上800乘上三，2400，哎，2400一四哈，一跟四，我看一下啊，三二一四哈，嗯，我看呢一。430哦，不对，14啊，猪头，我怎么13去？哎呦，
3200多少？400加3200，3600，耶，OK 吗？来，OK 啊，好，R143，这 S 呢？好，S 多少？08，好，带进去 Z 等于好，400的0加800的8等于6000，是对，好来，哇，有大 OK 吗？来，这里面他问你最低哪一个最小？来，哪一个最低？最小嘛，哪一个？4000、2800，多少是2800是最低，对，最低嘛哈，最小了哈，最大最小嘛 ，OK， 自己最小了哈。好答，怎样？第六步是答了哈，啊，哇，六部曲，答，答，我答，我答，答答答多少？应该怎样生产？来，甲工厂生产 X 天应该如何分配嘛 ？OK， 啊，应该这样啊，甲工厂啊。加厂生产 ，OK 吗？生产几天？来，生产3天，对不对？一厂生产几天？一厂生产多少？生产几天？2天 ，OK 吗？好，使得维持费啊，维持费多少？维持费，维持费，维持费，最低维则啊，最低维持哦，维持费为 OK。多少 ？RM 2800 ，OK 吗？这样有 OK 吗？其维持费最啊 ，OK， 其维持费最低哈啊，维持费为啊，你旁边做一下最低 ，OK 吗？维持费是最低的哈，好，啊，你要 OK 吗？这样好了哈，所以假生产3天，乙生产2天，维持费为2800是最低哈，你挂它一个最低哈 ，OK 吗？使得维持费。哦，使得维持费为最低啊，好了吗？使得 OK， 使得维持费2880为最低啊，这样漂亮一点 ，OK 啊，好了，就这样啊，来，好，同学有没有看到我解这个好像解得很累的？对，其实不用，这些都是你的基础，可以吗？因为我怕你们直接看这题一些前面基础不晓得，所以你要看视频的话，你要从头看到尾看一套啊。你不可以看一题一题话，我很多观念你都没有听到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些都是一些计算啊，可以啊，这些都是计算你该会的 ，OK 吗？你看我为了跟你讲花一些时间，好啊，所以整个流程是这样哦。好，来再讲重点啊，以后你碰到这个应用问题就是这样了哈，啊，有什么两间什么你就分什么嘛，这个对不对？什么甲乙啦，有没有一个限制条件啊 ？OK， 然后一些系数一些系数系数，好不好？先分析。分析完再来这个嘛，正式解的设，设完之后列这个哈，这样设，然后画个表，然后限制条件，然后呢就图画出来，找这个 corner point，OK、okay、吗？找这 corner point，corner point 完就是把这 corner point 带到目标函数，做，大就大小就是小，最后回答。好，这里讲到完了哈，接下来可能会再讲一些那个习题嘛，或总复习题的多放上去。给你们看，那时候就没那么仔细啊。这时候我在旁边没有跟你讲啊，这 PQR 就自己要会找 ，OK 啊，好就。